Hello， 各位，欢迎回到巴比永频道。我们现在今天老板给我们一个任务，就是叫我们去买一些摄影器材。哎呀，这些人真的是哦。你的十一点跟我们十一点不一样，因为十一点，然后各位看一下，现在是十一点半，现在时间也是十一点啊，十一点半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出发去那个台北买一些新色彩，拜拜。抵达今天我们要购买的地方，这地方就是永和的弹药库，我们就是要来买 GoPro 9，那我们走吧。拍一下今天的 OOTD， 来一个人，一人一个 OOTD。最后这边这就是去年 Uniqlo 就是比较红的那种毛毛衣。它今天天气有点冷。然后这裤子呢，我觉得这样子搭配起来就是有一个 old school 的感觉。然后加上这个1970，太多了。1970不用多讲吧。OK 不用多说吧。OK 好，我们换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贝贝小玉今天的穿搭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好的。这个是可以拉拉链的哦。拉拉链吗？拉拉链。来，我们还可以拆解释的那一款。这是淘宝很火的那一款吗？对啊。好，我们下一位。他啦，超夸张的啦。怎么看？我已经穿好了。我是觉得你今天这穿搭还好。但是你，你一样可以解释一下，我们今天这穿搭是什么风格？双北风格。大家有看《以家人之名》吗？双北风格。我是觉得你今天这穿搭还好，还好。好，我们先换下一位。我们今天的风格就是什么？我们这是昨天才刚购入的衣服跟背心，是昨天才刚。我们试问风格，没人在乎你什么时候购入的。这边还不错啊，就大家缺什么 GoPro 配件都可以来买。好，我们要去吃饭了。来，我们现在到胡须章喽。怎么看我们不用拍你就给我先吃。啊，各位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好，出发。我们已经雨都了，完成老板指派的任务，我们准备回雨都。巴比伦，后面吵死了。屁孩。来，我们现在2:48，我们要回去了，拜拜。老板说买什么？虽然这台还好，没多少钱，一天就赚了200的东西。一天就赚了200。哦，没有，这样太嚣张了。